列的情侣款男士印花内裤，我呢已经穿了两个了哈。我今天穿的呢是这个深褐色的，这个感觉的这个，现在手里拿的这个是黑色的哈。我本来想说想送给大家，我这个是最大号的 XXL 的，我就想我的粉丝他们都是小男生吧，那如果大家喜欢这条的话，你看后边还有一个小爪子，小柯基爪，超级超级可爱。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内裤的话，大家就在弹幕里发我和大顺一样大，然后呢就是一键三连哈，我抽一下。如果大家有的话，如果大家没有人的话就自己穿了对吧，有的话我就送给大家。还有这个我觉得是最好看的这个黄色，这个我已经洗过了啊，干净的，大家不要觉得说啊你都穿过了还展示给我们。睡觉的时候穿着内裤会特别的不自在，特别不舒服。但他们家这个呢，感觉你在睡觉的时候，你在静止的时候，他们家除了是会把你这个屁股呀还有前面都给你包裹好，他家还会就是让你特别的就是透气。你们看前面这个咱们的关键部位哈，它这边是有这个孔眼设计的，所以说你穿着睡觉啊，穿着工作，长时间久坐都很舒服。那除了内裤和睡衣呢，还有一个这个就是他们家公关小姐姐特意要送给我的哈。其实我特别特别的这个感谢，就是它是一个这种睡袋，大家应该知道睡袋是怎么用的吧，就是比如说咱们经常睡酒店呢，觉得酒店那个床那个被子不太干净，咱们就可以套在这个酒店的这个被子上。他们家这个质量也非常好，果然是大补。他们家为啥送我呢，他们就是看我之前是空少啊，经常出差不同的酒店，某些地方的酒店真的是那个卫生条件一言难尽对吧，那更别提我现在作为演员呢，拍摄呀、啊、去哪儿拍一天晚上，有的时候呢酒店的住宿条件确实一般，那个时候以防万一，我就把它这样卷在我的这个小箱子里，然后回家之后呢就把它一洗就好，真的特别的方便，感谢大普。第二个品牌就是这个果壳，果壳家也给我寄了一个这个他们这个特别适合这个油皮的这个礼盒哈。他们家这个礼盒呢还设计的蛮小清新的，打开是这种，然后是产品，他们家是给我寄了一个这种面霜，然后他们这个系列的洗面奶精华，还有一个面膜我已经全都用掉了，然后我会把我使用的这个流程的小视频放在这儿哈，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洗面奶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氨基酸洗面奶，但是我个人认为它在我心目中，我觉得还是替代不了这个芙丽芳丝的地位，但是它就是特别的大，特别耐用，这有100克呢，然后价格也特别合适，所以说朋友啊，跟朋友一起出去，我就比较舍得拿出来给他们用哈，这个还是挺好用的，氨基酸洁面，蛮温和的。然后呢，这两个我是比较强推的，面膜呢，我用着就感觉还好，但是这两个产品我就蛮惊艳的。首先咱们先说这个油皮收细毛孔的精华露。这款呢我是一般都在我拍摄的时候用，那这款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它的去油性还是真的是蛮强的，但我是干皮嘛，所以说呢我就在拍摄的那当天早上用，因为拍摄的话大家知道我们经常会有各种灯光照我们，那比如说你不出油，但在这个时候呢你在灯光一照，在家长时间带妆的情况下呢你就会经常出油了，那我用它在我的这个鼻子呀，甚至说这个额头啊爱出油的地方，真的就是持妆效果都杠杠的。最惊艳的就可以说他家这个什么抛光系列的这个海茴香修护水感霜了，这是个面霜哈，我给大家看，我都用了一半了。个人认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跟那个精华一样，我都白天用，因为我觉得晚上用它的话可能我对我来讲不够滋润，近期我在晚上用它的时候我发现啊，它的这个修复效果还不错，所以说不管你是油皮还是干皮，我觉得都可以入一个试试，然后这个价格好像也挺平价的，谢谢果壳。那下一个品牌呢就是之前合作过的这个艾尔博士啊，艾尔博士这次的这个小箱子做的还挺有意思的，全是这种动画吗还是这种卡片儿？是这样的一个抽拉形式，然后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这样打开，然后是一套水乳，然后是两个小样，然后我都用过了哈。首先是一盒面膜，这个叫艾尔博士益生菌精研深层修护面膜，这个面膜我已经用掉了，他们家面膜还是好用的，然后也不闷痘。主角哈就是这套水乳，这套水乳我水还剩1/3，乳还剩2/3。个人认为呢，如果你是敏感肌，然后你是那种中性偏油，甚至说大油皮，这套水乳都是你在夏季和秋季就是可以值得入的啊，而且就是价格也特别平价，它是可以修复你这个皮肤屏障的。像我之前大烂脸的时候，我就每天啥也不用，就白天涂防晒用它俩，然后晚上就用它俩。谢谢艾尔博士。下一个呢是这个慧芝本铺给我
我寄的这个包裹哈。这个呢是我最后收到的，所以说我用的次数并不是很多。首先咱们先来说这个它泥膜哈，这是个清洁面膜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哈，他们家这个有点小了，像我这种大脸盘子其实我大概用个七八次吧就用差不多了，然后我现在是用两三次了，就是它除了小一点以外没啥缺点。首先呢它确实是清洁效果还是不错的，再一个就是它蛮温和的，你们知道吗？有些时候啊我不想把它涂满脸，但是比如说我有个痘痘已经结痂了，它马上就冒白头了，我这个时候就需要用这个清洁面膜来就是把它引出来，你们知道吧，懂我的意思吧？所以说我会把它就是点两滴放在我的痘痘上，哎，超级的好用，然后也不会刺痛，反正我觉得这款还是蛮推荐的，只不过唯一一个小缺点就有点小，我希望这个品牌方你们看见的话能考虑出一个大的哈，因为我们这种大脸盘子的人真的是用这个太有压力了。礼盒里面还附赠了这个洗脸巾吧，它就是让你在这个涂完泥膜之后方便清洗脸，然后就是这个惠之本铺的这个保湿美容液面膜，这个其实就是很日式面膜那种，就是精华液很满，面膜这个面膜布也是很日式哈。他们家其实给我的好感就是，虽然说我是一个敏感肌，我是个痘皮，但我还是能拥有这个精致护肤，做一个精致 boy 的权利。感谢惠之本铺哈，希望就是如果这期视频你们觉得喜欢的话，希望可以双十一、双十二之前再找我合作。这个天突然就黑了哈，上海真的是就是啊一阴天，这个根本就没法用这个自然光去拍。接下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买的东西哈，其实也不一定都是爱用物，但是买了的话要说一嘴。首先就是这个理肤泉的 B5 修护霜，它就是祛痘印，然后去疤痕，然后去纹冲丁咬啥的，就是它就是个修护霜，对吧？一般情况下呢，都是我看很多代购哈、啊，都是把它和这个 K 乳和 AI 乳就是一起卖，这个搭配卖，好像是能便宜个几十块钱。我是因为脚吧，就是前一阵上个月它烫伤了，烫坏了，烫特别严重一大块，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也不想买那种烫伤膏，因为我之前参加过飞行吧，在飞机上被烤炉烫伤的时候，我发现涂那个烫伤膏根本就没有用，所以说我在这个时候呢，我就想起了理肤泉它，因为它好像这一支才六七十块，你找代购的话50多块钱也能拿下来，反正我个人认为它还是很好用的。那我涂在我的这个疤痕，甚至是我的痘印上，其实是都是有一定效果的。下一个就是这个肌肤蕾的这个鼻腔喷雾，这个是我之前接了一个推广，因为这个上海的夏天以及春天其实蛮湿润的，所以说我在感冒的时候呢可能我会用它，但一般情况下我也用不到它，所以说它这一大罐子一直都是有的哈，它还是挺满的。那我在脚受伤被烫伤的时候呢，我就会用它，因为它是里边就是基本上就等于生理盐水嘛，我就拿它哈、啊、这个嘴儿去喷我的这个伤口，超级好用，你们知道吗？喷完伤口之后，然后我再用它去理肤泉去厚敷它，真的是好的贼快。个人认为哈，这种东西家里应该备一个。下一个我们再说一个比较玄学的东西，就是这个 DHC 的维生素 B 的，就这种保养品吧，就是它是这种一共是120粒，然后是60天的量，一天两粒，早上一粒，晚上一粒。但个人吧是记不太住的，一般我都在出门之前就喝2粒，然后就吃了哈。目前来看呢，其实对我来讲并没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哈，除了让我的尿变绿以外，维生素 B 理论上来讲它是会让你的这个皮肤更加的就粗，如果你是粗糙的皮肤，它会让你变得更细腻，然后如果你这个吃的东西可能新陈代谢比较慢，它会帮助你提高你这个新陈代谢的频率。个人认为我看不出来它啥效果，但我还是又囤了2包，一包维生素 C 一包维生素 A。 说一个比较失望的吧，就是这个耳木桃的卸妆水，其实耳木桃的这个洗脸巾啊、化妆棉啊，甚至说这个美妆蛋，我都超级爱用，我觉得又便宜又好用。但这个水啊，咱们不说卸妆力度哈，它这个孔这儿就你压它。
100毫升，但是它很便宜，60-70块，我没记错的话，而且百雀羚是我们的国货，哎，很好用的啊，推荐一下。接下来呢是这款佳洁士的锁白3D 炫白锁白牙膏，这款呢我已经回购了3支，个人认为它的美白效果并没有那么神奇，但是它就好在它不出错，它不会说含氟过量然后让我们这个下巴周围长痘哈。我用它之后我就没再长过下巴痘了。然后还有一点私心，就是他家广告是我拍的哈，它价格也就10几块钱一支，蛮推荐。然后再下一个就是这个，也是百雀羚的这个三生花，这叫什么控油清肌净肤泥膜。这款呢其实我最近没回购它，我回购了这个他们家粉色的，这个叫啥花酿净肤亮颜，这个确实粉色的这款提亮效果还不错哈。但咱们先说这个空瓶，这个绿色这个呢其实我个人认为是蛮好用的，我已经用了3-4罐了，我一直把它当成清洁面膜来用。然后呢它除了清洁效果，就是一般咱们不都是先敷一个清洁面膜之后洗掉之后然后再擦一个补水面膜嘛，但因为我是敏感肌，然后还经常爱起痘痘，经常敷片状面膜的话我怕会闷痘，所以说我就一步到位，它这个既不会过度的这个刺激你的皮肤哈，然后还会给你的皮肤有一点保湿感。这款我会一直回购的哈。像这次为什么回购这一款粉的呢，就是因为这个粉的在网上比它卖的好，所以说我要试一试。那最后一个空瓶呢就是这个欧莱雅的这个小黑瓶，个人认为哈，我用第一瓶的时候就是蹭我妈那瓶，感觉效果比我用第二瓶要好，这是为啥呢？欧莱雅，我问你们这是为啥呢？可能就是都有一个这个耐受性吧。我个人认为哈，因为我每天2-3点睡觉嘛，所以说我也看不出来它啥效果，我第二天该憔悴还憔悴。但我把它停了之后我就知道它哪儿好了，它会让你皮肤维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吧。但我个人应该近期不会回购它了哈，除非他们家给我寄。比起这个维稳呢，我更需要补水和修复，所以说这个维稳抗初老呢咱们就暂且先放一放。那这期视频内容就到这儿了，我终于把这些空瓶可以把它们扔了，你们知道吗，我攒了2个多月，手里现在我都是灰。如果你喜欢的话千万别忘了一键三连关注一下，因为这期真的全都是产品，如果这期数据好看的话品牌方不就得又找我做广告了吗，然后你们就又有视频看了，我就会一直高产。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别忘了下次再来看我哦，我们下次再见，拜拜。